浩哥嘱咐我一嘴，说让我再来看看你们。你们吃了吗，阿姨？在吃东西呢，但我妈那脚上踏不方便，所以我们没法在那吃。她那个腿开过刀。那是不是弄个什么炕桌什么的那样的？那不行，我妈那个腿只能上不伸直，不能弯。对啊。那是不是给你们搬个桌子过来？啊？搬个桌子过来好一些。这太累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佳航一看这性格特好的人。没事没事，等着我看一眼去啊。小的就好了，佳航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好嘞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佳航。太好了嘛。我觉得佳航真是的，太好了，太为别人着想了，而且呢，这个性格也特别好。我觉得佳航真是个好孩子。哎呦天哪，佳航太感谢你了。我没事，我给你搬两把椅子来。泡脚盆，泡个脚。啊，好，哎呀，佳航怎么这么好？没事没事，哎，来来来，静姐，别，我来，我送。哎，我来。哎呀。哎，这不该应该的吗？谢谢佳航。